说起台湾的牛肉面，你很难不食指大动了。台湾人总是可以很自豪地说，台湾牛肉面是全世界最好吃。不论是自我感觉良好，或是过于骄傲也罢，台湾的牛肉面也确实在美食界当中挣得了不少显赫的名声。位在爱国东路的老张牛肉面是一家传承几十年的老店了。这里香浓的牛肉汤头，以及入口即化的软嫩牛肉，再搭配上酸甜滋味的番茄牛肉面条，确实让人难忘它美妙的滋味。也难怪在台北的老饕笔记本上头，爱国东路上的老张牛肉面是一定要到访的地方。